海光好牛啊，是美颜过度了吧。下午好。对，因为今天要严的。伟弟，下午好，现在是下午时间5:10，然后特别没劲，因为今天化完妆太早了，然后我就直个播，就我化妆最快了。什么都好看，这光太丑了。有，这光太丑了。晚上好。这个是后台的，后台的楼下。特别没劲啊，所以就直播。那么像吗？对，后台怎么可能随便直播的？我换个衣服什么的，麻烦。天气好晴朗，什么？腊梅处处香。羊肉多了吗？可能是刚睡醒肿吧，还带上吧。腊梅处，我看好多人都很，好多人都很嘲笑我的裤子。为什么要嘲笑我的裤子呢？这么好看，对吧？啊！大家在吃饭，你们吃饭了吗？晚饭。我觉得我这裤子可好看了。吓死我了。哇，这个 ID 让我很喜欢嘛。你也喜欢鲁鲁修吗？你们好，谢谢雷可爱，但我还没有看见他，因为我没上楼，楼上人太多了，地儿小人多。沉迷于谢磊磊，哎，你要逼我，我以后真的就是头上也戴豹纹，我真觉得豹纹可好看，多洋气。对，看看我的衣服洋气吧。啊，昨天看见 Soso 了，那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，Soso 嗓子好像感冒了，特别浑厚。我说别说话了，特别搞笑。彭佳熙 ，Soso 模仿谁了？吓我一跳，我还没有做发型呢，因为楼上人太多了。裤子还差，不行，这个裤子再加洞的话，有可能就太那什么了。我觉得我最近得的那个什么公眼综合症，拉出道以来就有一个病，就是上公眼前就是会头晕。男孩子也是需要做发型的。
没有，因为最近就打上次，我就没怎么见过二喜宝宝了。这样子。我现在就要睡着了。因为这两天一直是单独上课，然后，对，过一段时间应该会一起上课。对，二期应该在房间吧。好没劲啊！我睡着了。饭不太想吃。上公演的时候，如果吃太多，会想吐。他们在吃饭。好好考试啊，是吧？这个 ID 真的是本命哎，我最喜欢坂田银时和鲁鲁修了，还有一个就是4月1日军训。你得看是谁带啊，我带当然就好看了。好丧啊！我现在困得要睡着了。我看《银魂》开官方微博了，好多人都艾特我了，感动。我最受不了就是还是你们嘲笑我的裤子，真觉得我的裤子很好看，可配我了，可配我了。我觉得我的裤子可好看了，瞧不起豹纹吗？瞧不起豹纹，我揍你啊！没事儿干了，还没做发型呢，应该没有卖什么豹纹发带这种吧？这儿光太丑了。揍你啊！再说豹纹丑，这是腊梅打错了，真的是打错了。我觉得我那个裙子也可好看了，他们都可喜欢了，裙子可好看了。啊，对，我觉得以后要是出陈近南周边，我们出发带吧，我觉得发带可好看了。如果是陈近南出应援物，我觉得发带很好看，是吧？就不用做我的名字什么的，就只是做一个发带就好了。下午好。距离公演还有2个小时，什么？我也觉得裙子可好看了，可像孙悟空了。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孙悟空了。别拿流量开了啊！哦，睡着了，我决定了，一会儿我就关掉了，我就去睡觉。我就是过一段，就我比较喜欢花裤子。
你们总嘲笑我。对，我喜欢的可多了，我还喜欢袜子呢。昨天我把就是有饭送给我的袜子都整理了一遍，好多了，感觉至少半年不用抽了。对，昨个儿小牛奶过生日，我还看直播呢，笑死我了。他那棍子真的太重了，我觉得就是小牛奶是唯一一个心甘情愿把名字就是巨奶放，你把巨放在前面，特别感动。不行，我必须得证明我这条裤子是好看的，所以我才直播，懂吗？是为了证明我这条裤子很好看。对，刘海长了。你好 ，Hello， 我是 VJ48 TV 陈倩楠，对吧？不知道说什么，今天提不起劲儿，提不起劲儿了。我就一会儿一定要睡一觉，我睡一觉的话就很好。腊梅，怎么还有占巨星的呢？什么巨奶？这两天刘若姐应该就可以好好的玩一会儿了，不用愁过生日。这光好丑啊，丑的不行。光真太丑了，受不了了。哦，天哪，我前段时间就是被黄仁儒就是锁在了黄仁儒房间，然后当时已经是3点了，然后就是强制就是我们俩睡了几个小时吧，早上起来我就赶快跑了，因为整天要上一天的课。黄仁儒睡觉挤人，挤得不行，以后不会再跟他一起睡了。他真的，听他自己说，他不，我那天就我睡觉轻，我虽然说梦话，但是我睡觉可轻了，就是，真的是，被强制，你知道吗？我天，他的刘海儿好看好看。那我是春困吧？那介绍一下自己，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V 陈倩楠。为什么要举报？干嘛了？你这手是对的，我被后背。没有。哦，我聊不下去了，我要睡了。我涂的这个给你们看好了，我涂的这个是，这是李娜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这个，
因为我还得养嗓子，就算打广告嘛，这不给你们看吗？我那天对你们甜，你们全都说我要盐，现在够盐吗？够盐吗？就问你们够不够？不会有了。就知道你们好这口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嗯，我不要在这儿吃饭行吗？吃吧。你不吃饭吗？我不吃了。吃饭都不吃。嗯，不想吃。给你坐这儿吃吧，我走。我坐小。你别动，哪儿搞我欺负你是？来，快点坐这儿来。真的，我坐小木马。你坐小木马。啊。那干嘛？我就坐这儿就行了。你不行，我不管，你快点坐前面去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们早就来了。是一直在楼上。对呀、啊。还没吃饭。一直在楼上，他们那个。陈木马。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方位现在在哪，就是这个玻璃的后面就是我们的储物柜。你找啥？对呀、啊，是我们的阿姨们呢。啊？没有，他们问姨们都是谁呢？就是每次帮我们整理衣服啊，然后那个还帮我们换衣服，就是在我们抢装的时候啊，口水，抢装的时候。呀，你看，怎么掉了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这里有我的，这里有我的那个，看我的。他们让我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马一定是马中跟别人不一样的，然后我就画了一个 Harry Potter。他们过来结束了，阿姨。我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什么？我可是一入镜，我可是什么？就是叫什么？想想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就家里家长特别喜欢的类型，我是吗？姨，我是不是家长特别喜欢那种类型？对吧？我就有些丧了，怎么办？我得了，我又开始综合症了。我不想吃饭了，不吃了。真的是就是那种。地里面都不一样啊，这有老的有那个，都是那样的，来了五两。吃的啥呀？我真的是那种，以前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就是那个我的朋友就说那个出去玩可以，但是说有陈建南吗？有陈建南就可以出去，我就真的可以出去。然后那个人说有陈建南，真的可以出去了。其实是有我，可能就天生给人安全感在吧。醒过来，真吃了，都芝麻一，真的这么能注意我的那个口红啊！我觉得小新这个马的，我今天要带回去，小牛奶跟我要了好几天了。我们再聊五分钟就关掉吧，太困了，我好困哦。加油，加油！为了见我靠北京，谢谢你啊，这么大的目标，别在剧场。
啊，我可喜欢，我可喜欢这小木马了。不许再嘲笑我的裤子了，他嘲笑我的裤子好看吧？对吧？他不懂。我感觉一般人还嫁了高人呢。对。咦，果然。果然是向着我的。妈妈的豹纹儿。豹纹儿的是对身体不好，是不知道。说我行，不能说一样。什么人适合穿什么衣服？那姨，你知道我适合穿什么呢？你都这样思考。对吧？你有一种帅气。是吧，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就只要正式就会穿的很搞笑的那种人，就比如这种很搞笑。挺好的。嗯。你就那个上海的那个演出那个穿的那身帅气。你说是哪身啊？那白色的。好像是吧。站台上。你就往前走，头发有飘逸的感觉。风尚大赏。动感。他给我赞了呢，我可得回复你，关注。那是，阿姨可喜欢我了。困了，我们再聊五分好了。哇，外面声音，睡不熟，应该是机长结束了。来了几个广州的。嗯，广州宝宝。嗯。好累哦。不知道呀，你说，嗯，别想我，想吗？别想啊，别太想我啊，等我回来，对吧？什么？我去睡觉了，聊不下去了，爱你们，啊、嗯！下午好，我到了。你不吃饭可不行啊！啊？不吃饭不行。哦，吃，下来吃。吃，走了，拜拜。嗯，我要睡觉了，不行了，要运动，身体不好。拜拜，是不是严严的？就问你们是不是严的？以后不对你们的，越甜你们还不喜欢。拜。我就不换裤子，烦死了！我裤子可好看了、啊。最后，我开这直播就是为了见证裤子给我肚子。裤子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哎呀，照不到。姨，来，姨帮我举一下。拿底照。这多好看啊！你这帅气。瞧不起我，真是。谁呀、啊？没有，等会儿，还是娘。拜拜。